考虑变其他嘅旋转，其他嘅动作啦。而家开始啊，又沿住咁嘅法啦，唔下蹲啦。嗱，呢个位置系最即系实践证明有效啊嘛。系左手对右手。系啊，即系呢个系咁样嘅对错摩间嘅一个叫礼计位嚟嘅。系啊，接发球嗰方嗱系都系用呢啲发球啦。哦，刘思文都好靓啫，呢球。而家丁宁又轻易唔会俾阿刘思文嘅右方啊嘛。嗯。佢知道头先一直都俾人哋右方打住反手，好被动，所以干脆佢又我又硬硬地反手先，啊，俾多啲你反手。咁呢啲都喺度斗紧法啦，而家一比一。啊，今日。刘思文嗰个反手嘅快击啲失误率就高咗啲，咁佢呢分波好狼嘅，讲真啦又吓，佢见阿丁宁可能回得高，但系其实好好转啊，我谂啊丁宁呢个波，呢啲波系佢发死力发得过分嗰头，啊，所以如果佢要保险系数高咧，咁过去嘅威胁性又差啫，所以呢个好难掌握嘅就系，咁啊，你如果对住实力水平唔高嘅选手，谂你就顺势而为，到台你都赢嘅机会好大好大啦。佢又惊住对丁宁咧到台唔得，要调转啲速度行啲咁，咁自己嘅失误率又亦都相应提高啲嘅。嗱，而家丁宁就正啦，唔会好似前两局咁死俾你正右方，而系佢调一个正右方之后咧，跟住就调翻佢嘅反手啦。嗯，即系都喺度不断咁调整应对啊，丁宁啊，讲紧。嗱，呢一发球系制到啊刘思文啊，所以每一场比赛咧都有一次啊俾人哋揸住弱点嘅时候，嗯，啊，今次嚟而家睇到咧就系刘思文响正接正手短路嘅球，呢分波系入被动啦。上一次咧我就记得佢系接嗰个下蹲嘅，啊，接得唔系咁靓。嗱，呢分波佢都反手系用反手接啦，但系咧下边配套落嚟嘅动作又跟唔上，咁呢个系一个矛盾啊而家。喂，局势变咗咯噃，转风啊嘛，转咗风咯喎，啊，转咗风啊，咁啊，而家头先啊考过丁宁一铺啦嘛，而家考下刘思文啊嘛，系啊，头先啊刘思文啊，乜啊丁宁系好好啊，好郁闷啊吓，郁闷系嘛，嗱，咁佢而家佢又转发球咯，阿刘思文又喺度调整下，不断有调整，哎呀，呢球波擦网弹高咗丁宁，谂住好稳阵啦，哈，点知落网都有嘅，所以系擦网球好难应付嘅就系。因為都啲波彈起咗啊，旋轉啊，所有力量啊，都即係每一次都唔同噶啦，你冇得準備啦，唉，即係睇臨隨機應變噶啦。誒，劉思文兩個睇似好平常嘅發球，嗯，用反手咁放落去中間，咁就得到效果就非常好，兩分，三比五。啊，唔係唔使要好多啫，兩分夠啦。咁啊，睇下丁宁，佢话我都唔系要求多啊，又系两分咋，我都想两分咋，唔系要求好高啊。嗯。啊，就系呢下发球，少少制咗，真系被动啦。系啊，而家真系被动。接完之后，你个人过咗去右方靠中间嘅位置，你个左方又空咗落。人哋即刻就揿翻落去嗰个位先。系啊，即刻揿翻你个左方。咁睇下接发球嗰度又有冇一啲变化啦，刘思文。擺短啦依球，但跟住又拉唔起，啊有兩分喎，唔係多喎，丁玲。係啊，咁啊大家都兩分嘅話就危險啦，因為而家有四分嘅落後。嗯，有啲咁多咧，陷入苦戰嘅感覺而家。係啊，而家苦苦追趕，反手發球。啊，攞八分。呢球波你話佢反手發過中路，看似平淡，咁啊，但係呢球好似乜嘢都唔係嘅波咧，丁寧回球咧又係冇乜侵略性，咁啊俾阿劉思文咧就焗翻住嚟打啦，四比七，哇！好波好波，兩個都好啊，兩個都好。逼到丁宁走咗去斜位嗰度，再拉翻过嚟，啊！又刘思文又可以变啲线啦，真系。
好靚噶啦。其實你見啊，丁寧嗰下雖然救得好驚好艱險，但係瞓喺度咁滯都拉到個波貼住望過噶嘛。啊，但係歐斯道跟住你話咁都又俾劉思文，仲要回翻你，仲要變咗線。你手上你瞓咗喺嗰度啦。係啊，啲手上嘅掌握嗰個情啊，嗰、那個度啊，真係好嘢。咁又攞翻兩分咯噃。手感好啊。係啊，咁啊睇下丁寧又唔知攞唔攞到啦，依兩分。行一步諗住反手嚟接啦，唉，佢話正手接到煩曬。而家就係、是、點樣破呢個球？啊嗱，丁寧呢個球全部唔踢啦嘛，啊，因為佢食過翻層位啊，而家佢一踢過嚟俾阿劉思文睇定嚟焗住嚟拉嘅。對啦對啦。啊，真係又係接發球，都仲係而家似乎成為咗一個弱點啊，俾阿丁寧捉住，俾人攣住啦而家。就因為開局嘅時候輸得多，咁你而家你兩分我兩分，大家兩分你都冇用。真係噶，依家邊個發球邊個攞兩分？已經有兩個來回啦嘛。係啦，咁但係你有四分嘅差距，始終縮唔短啊嘛。嗱，接呢個反手發球咧，而家丁寧都採取咗啲變化啦。咁啊，要講咧，劉思文係無奈之舉啫。係，啊反手。又不俾你適應個正手發球，我保留一下，都未嘗不可的嚇。咁又叫你未接過咁係嘛？咁我又試試呢分波係咪真係得嘅？我下邊我仲可以用啊嘛。唔得啊！你都唔好俾佢接到我嗰分波熟曬先啦。係啊，對啊。咁我自己主要嗰個正手發球我保留咗啦嘛。10-6。好計，始終一次發球嗰度咧就好被動啊，劉思文。咁啊，結果啊，丁寧咧苦拼之下連追兩局啊，令到呢一場女子嘅冠軍爭奪戰咧係懸念再起。雙方而家係2-2嘅總局分。咁啊，講開呢局波，即係最主要嘅分嘢都係喺接發球嗰度冇辦法破解到啊。對啦，前兩局咧我就話丁寧。在發球那裡完全沒有優勢，接發球又被動，所以他就會失利。第三局開始他慢慢想一下想一下找一下找一下，不過找到一條路，是的，就是側身自己的用正手發下去劉思文的正手短路，這個球可以得分，甚至呢就整個局勢都可以扭轉過來，即係依家變咗個難題落喺劉思文嗰度。第四局堅持咁樣打落去，劉思文而家仲係